我在咱们这个大米新疆，今天呢，我就带咱们大家一块来看一下。我手的右边呢是用过咱们巧克力的这个菌藻，咱们现在可以来看一下这个枣子一个挂果量，包括咱这个树势，啊，现在就是挂果非常多，咱们可以就是放眼看一下这一片，都是用过咱们这个巧克力的。现在就是挂果量呢非常的多，然后咱这个枣子呢，就是说长得现在就都非常大，这个树势呢也非常的强壮，啊，而我现在就是说。 这手的左边呢是没有用过咱们巧克力的一个菌藻，现在咱们来大家来看一下啊，现在就是挂果量呢就是非常的少，然后呢这个树势也没有用过咱们这个相比较的话，就是说不如用过咱们巧克力这个树啊，它这个强壮，并且呢咱这个品质，你目前来看的话，枣子多，挂的多是吧？然后这边呢你一看，今年产量如果说到后期的话，肯定是用过咱巧克力的产量肯定要高。 没用过的巧克力呢，它肯定就是说产量少了，是吧？因为我们巧克力里面添了牛壮素，所以说巧克力劲儿更大。